我们看到这题目，求下列各等比数列的公比及项数。好，那么首先我们看第一小题，这首项 AA1 这等于2，公比 R， 我们用第二项去除以第一项，那么得到这是-6去除以2，这等于-3。好，那么 AN 是1458，所以呢，这1458这等于 A1 去乘以这是 R 的n 减一次方，那么这-3括号的 n 减一次方，这等于1458去除以2，那么这是729。好，那么729我们可以把它写成是-3括号的6次方，所以呢，在这里 n 减一就是等于6，我们就算出 n 是等于7，这个答案。因此呢，这个等比数列的公比为-3，项数为7，这个答案。接着我们看第二小题，这首项 A1 这是等于-36。那公比 R， 我们用第二项去除以第一项，那么这是12去除以-36，那我们得到这是-3/1。这时候 DN 项是243/4，所以呢，这243/4，这是等于这是-36去乘以这是-3/1括号的 n 减一次方。好，那我们把这-36除过去，那么可以得到这是-3/1括号的 n 减一次方，那么这是等于。这除过去之后，我们可以算出这是负的，这是2187/1。好，那么负的2187/1，我们可以把它写成是这是负的3/1括号的七次方，所以呢，这时候 n 减一就是等于7，因此我们算出这 n 是等于8，这个答案。因此第二小题这个等比数列它的公比呢是-3/1，项数为8，这个答案。